在下谢朕。昆仑剑修，此番前来是想寻一方宝剑，精进昆仑剑术。诸位可以叫我谢师兄。谢师兄。不客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恩俊。今天我来到了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就是玩剧本杀。我从来没有玩过的项目，但这场游戏一定要拿到获胜才行。大家来了也可以在这边一起打卡哦。开始玩游戏吧 ，Let's go！ 哇，感觉来到了变形金刚的基地，有好多主题的。今天我们挑战的这个不知道是哪一种题材的。尊客驾临月光茶会有一些游戏，咱们互相之间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一下的呢？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赢。我今天主要就是想做一个 MVP。哦。那我要跟你离远一点。这里呢有一首诗抄下来，面积最小就算赢了。你是写的啥？写啥呢？我站的那个笔画最少，而且我也表达意思了。眼睛啊，没有说一定要写汉字吗？眼睛啊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他快同意了。那我确实是没有说不能写拼音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你还吵？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。干杯。有优质生牛肉果然不错，细品还有淡淡的茶香和嚼得到的真实果粒。我这可以讲吗？我能看吗？关键是这个不要给他。哦，没人遇到有啥不懂的直接找我就行。好，谢谢谢谢你说。好的好的。其实我今天拿到的这个角色其实还蛮复杂的，桀骜不羁，非常的霸气，逼我们用武力吗？又两个至亲的人被杀掉了，其实心里面是有恨，就是可能这个故事的大反派。这怎么了？要加害于我，全都入了身上。我最后受到报应了。报应？我去开门的时候就被人揍了一顿。拿一商量，拿一商量，我看看。不用劳烦神医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都快不行了，快给我包扎一下吧。第一次古装造型，这还蛮好玩的，很有代入感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在现场的时候特别懵，然后他们在说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明白。我知道。我不知道我来干嘛的。就我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搞清楚。谁偷了谁的东西，谁抢了谁的东西，谁把谁打了一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也开始瞎掰了。你九点半在干嘛呢？在房间打英雄联盟。哦，那是可以。今天哪里不舒服？腰间盘突出。我收到的是 email， 不是信件。email、okay. 。这个线索，我们在藏宝阁的房间内和茶楼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空间法阵是会有淡淡的茶香味的。对啊，空间法阵是会留下茶香味的。因为我很不会逻辑推理这些东西，我只能够从旁边给一些小的线索。我是助攻型的。经过这一次游戏，我想给大家一个忠告：立 flag 的时候一定要三思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赢。哦。会被记录下来，丢脸。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故事就……但其实我想问，昨天晚上谁来我房间揍我的？我就是。